过看世界。小白兔的眼睛为什么是红的？小白兔白又白，两只耳朵竖起来，爱吃萝卜爱吃菜，蹦蹦跳跳真可爱。小白兔你快醒醒啊，你闻闻这胡萝卜香不香？琪琪，你的小白兔跟你一样喜欢睡懒觉。啊，小白兔的眼睛好红，它是不是得红眼病了呀？真的呢呀，别让小白兔把红眼病传染给我的小灰兔。妙妙，我有办法了，我找白老师要点眼药水，先给小白兔治病吧。白老师，我的小白兔得红眼病了，您把上次给我涂的眼药水也给他涂点吧。对对对，上次琪琪把红眼病传给我了，这次他的小白兔也会把红眼病传给我的小灰兔的。可是小白兔本来就是红眼睛呀。啊，为什么妙妙的小灰兔子不是红眼睛呢？让我们来问问松果吧，松果一定知道。松果松果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灰兔，你看我全身灰蒙蒙的，因为我的身体里有灰色素，所以喽，我的毛和眼睛是灰色的，嘿嘿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兔，你看我全身白乎乎的，因为我跟小灰兔不一样，身体里没有色素，所以喽，我的毛和眼睛是白色的，但是我的眼球里充满了红色的血液，所以我就有漂亮的红眼睛啦。我可不是得了红眼病哦，我很健康呢。琪琪，我们还需要给小白兔上点药水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小白兔长得好，红眼睛，白皮袄，后腿长，前腿短，走起路来轻轻跳，爱干净，不胡闹，青菜萝卜吃得饱。